Harmony 是一间垂直整合的公司，所以从产品的设计开发、生产制造，然后到销售客服，都是由不同单位负责的。那台湾呢，目前是整个亚洲的总部。那台湾目前有6个据点，那从最北的汐止到最南的台南都有。那我们在台湾目前有9000名员工。当然除了一般的生日礼金啊，或是旅游补助，我们都不会少。那在我们的厂区也都设有餐厅，并且有餐费补助。啊，我们是一间很重视员工生活的公司，所以有不同多元的社团，像是篮球社啊、羽球社啊、桌球社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其他比较特别的社团，像是水上活动社啊，然后或者是咖啡饮品研究社，或者是数位娱乐研究社。那我们希望在同仁工作之余呢，可以培养一些相关的兴趣，然后达到工作生活平衡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其实在前2年有推出就是优于业界的那个育儿津贴，就是0到6岁公司帮你养，每个月补助10000块，总共会补助到最高72万，所以代表是你生一胎一个月就是10000，生两胎就2万，生3胎就是3万。因为我们是一间垂直整合的公司嘛，所以我们其实很欢迎多元领域然后优秀的人才加入我们。那我们今年会主要聚焦在就是研发工程跟制造工程。那像是一般同学常听到的，像是电子啊、软体啊，或是 AI 资料科学等等，都是我们重点招募的对象。那在实习生的部分，我们其实有开很多多元的实习职缺啊，希望可以帮助同学有一个职场的实务经验。对，那就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前进吧。看完这支影片，如果你喜欢，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给你的朋友圈，让更多人看到，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，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。